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我们继续玩王者荣耀排位。然后这把我用的是蔡文姬，小菜啊，小菜一点都不菜。我的蔡文姬都能打到四的排位啊，是吧？就是成就啊，是吧？荣耀只能打到一个四，哎呀，也算是只有他呀。我其他的英雄只在线里面能有一个有点点排名啊。这叫怎么回事了？玩这么久，居然只能排到线。发起进攻，我们家好像没有漏，真的没有漏。哇，好不烦，没人烦。你马克打，我去上面看一下他们家的野怪。哎，他们家过来反野了啊！有没有灵啊？哦，没有，完了！一直呼喊半天，没有人理我。哪怕射手下来一下也好呀。你说他们反我们家蓝，我们去打他们家蓝就好了嘛，双方互换呗。偏偏没有人过来支援我，没有人理会我的意图啊。不过好在我们家也没有死人。等一下，哎，我们先把这个预约一下。哟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要死了！哎呀，少女心破碎了。看，我就预约一个装备，突然寒剑冲过来，然后猴子一起上。然后我们这个阵容，怒不起来呀。没有那种位移非常快的啊，都是小短腿。大人，哎呦呵，你个小样。小样，想暗算我？撸啊撸，撸啊撸。慢了一点，慢了一点。不一起去捣乱他们家的那个蓝 buff， 为什么呢？马可为什么不一起上呢？是吧？一起上，咱在一起就不怕了呀。有我这个辅助在，他还怕啥呀？我都不知道。咱们一起干他们。这下好了，小马可都不过来了，下路还要不要了？有个
过我们家的安琪拉好厉害啊。快把人家下路给推了吧，哎。我一个人做不到啊，辅助做不到啊。看人家一下子就把兵清掉了，我们就白打了。哟呼哟呼，不错不错哟，战绩不错啊。天，我的二技能弹啊弹。拆掉了啊。哎呦，这样也能让他跑了。靠，我都是做一个被虐的料。哎，我蓝了。哎，还好还好，马可现在六了啊。有我在我的光荣的英明的领导之下，是吧？是吧？没有我在他身边，他就扛不住了，看见没？哎，这个奶妈真不好做啊！啊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我们继续玩王者荣耀排位。啊，然后这把我用的是蔡文姬，小菜啊，小菜一点都不菜。我的蔡文姬都能打到四的排位啊，是吧？就是。成就啊，是吧？荣耀只能达到一个四，哎呀，也算是只有他呀。我其他的英雄只在线里面能有一个有点点排名啊，这叫怎么回事了？玩这么久，居然只能排到线。发起进攻，我们家好像没有漏，真的没有漏。哇，好不烦，没人烦。你马克打，我去上面看一下他们家的野怪。哎，他们家过来反野了啊。有没有零啊？哦，没有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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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直呼喊半天，没有人理我。哪怕射手下来一下也好呀。你说他们防我们家蓝，我们去打他们家蓝就好了嘛，双方互换呗。偏偏没有人过来支援我，没有人领会我的意图啊。不过好在我们家也没有死人。等一下，哎，我们先把这个预约一下。
哟，我的天，哎呦，我的天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要死了，哎呀，少女心破碎了。看，我就预约一个装备，突然寒剑冲过来，然后猴子一起上。我们这个阵容怒不起来呀，没有那种位移非常快的啊，都是小短腿。大人，哎呦呵，你个小样，小样想暗算我？撸啊撸，撸啊撸！哎，慢了一点，慢了一点。不一起去捣乱他们家的那个蓝 buff， 为什么呢？马可为什么不一起上呢？是吧？一起上，咱在一起就不怕了呀。有我这个辅助在，他还怕啥呀？我都不知道。咱们一起干他们。这下好了，小马可都不过来了，下路还要不要了？有，不过我们家的安琪拉好厉害啊！快把人家下路给推了吧！哎，我一个人做不到啊，辅助就。哎呀，我们家凯迪拉的经济还不如我。这个是马可就死了呀，这么快。中路没人来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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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技能没有射到他们，完了，这把要输了，这样子打下去。傻乎乎，谁傻乎乎？我发安琪拉是宝宝啊。他们打主宰啊，这么嚣张啊！
老子大刀都开了。嗯，上面的不行了，支援不到他。主宰被我们抢掉还是可以的啊。嘿嘿，被李元芳射死了。这时候凯花飙了，凯还是比较漏一点。嗯，Triple Kill， 一下子我变得落后了。盖被子，马可，快动起来啊！不要出现掉线的时候啊，这可是很关键的时候呀。我这放技能后摇很慢。这他妈韩信真贱啊，就知道偷塔。大家加油！没有小韩寒。怎么死了呀？哎呦喂，完了完了，被戳死了。这一波强攻攻不下去啊，看这样拖到后期不好打。没血了，就剩一个凯孤单的在那奋斗。先把这个达摩解决吧，看看能不能解决掉。哎呀，
暴君先拿下啊。主宰拿下来就没自信。我去，yes yes， 这个打的挺艰难的，二十分钟，不过还好，结局还是很好的嘛，还是赢的啦。估计是蔡文姬玩的人少，所以说我竟然能上四的排位，省还不到。好吧，第八就打到这里了。